直播吧11月28日讯，上轮英超比赛，切尔西在客场以1-3的比分不敌热刺，球队新赛季的不败战绩戛然而止。萨里的球队本赛季初段顺风顺水，但这场比赛暴露了不小的问题。除了战术已经逐渐被对手熟知之外，萨里不愿对球队阵容进行轮换，也造成了球员身体上的疲劳。事实上，本赛季13轮英超比赛之后，萨里只让14名球员获得了首发机会。随着密集赛程的到来，切尔西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。而怪